啊，天鹅船只能够坐两个人，那我跟陆先生一组吧。思明伦，我觉得还是一个男生配一个女生比较好，万一我跟尹凤两个人踩不动怎么办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走吧。 那开始吧。我出去了。那我们去那边吧。小心！你好啊！别碰！我来对付他们。 干嘛？你好惨，施明伦，你现在是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应该要打我，让陆星都保护我。你干嘛去攻打他？他攻击我，我当然攻击他。倒是你，我一直射他，你却拼命的射我。你现在在哪一边啊？我跟他是队友，我当然要支援他。你到底在帮谁？你是帮我吗？ 帅啊！你接下来要助攻我，OK？我考虑考虑。好了，小豆，不要喝了。你，他看起来很能喝啊。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酒量很差。我很好，不然我走路给你们看。我，哎哎哎！啊！ 我的鱼尾才刚刚变成脚，我还不太会走路。鱼尾，现在是你是王子吗？他喝醉了就会变公主。Princess， 有像有像。哎，好晚了。哎，我先去洗澡，你顾好他哦。好。OK。 好了，小童，先坐，来，坐。
长志，你为什么要爱上别人？我没有。明明救你的人是我。小童，先坐，坐。我不是小童，我是小美人鱼。我要吃你的心脏，不然我会变成泡沫，然后消失。那你吃吧。我舍不得，我还是变成泡沫。变成泡泡之前，最后能不能亲我？好了，我还是变成泡泡好了。Watch it!